毕先生，我发现你最近笑的次数变多了。哦，有吗？哦，不是，你却说是你以前几乎没笑过。我会做好我分内的工作，但分外的事要看时间，也要看心情。苏雪夜，这里是我的办公室，不是你家，我是你的老板。女人做到施总这份上可真是完美，颜值、家世、修养、事业，样样满分。喂，楚楚。哎，我回来了。他是恒业银行的千金。今天冒昧打扰，是有些事情想要咨询。请你问。我父亲去世那天，您是不是也去医院跟他见过面？我查到当年置位的合同了。这位苏小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的多。她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跟上去吧。